走吧，豆豆，送你回家了啊，送你原回到原先的主人那啊，走了。豆豆已经熟悉了这块的环境和味道，跑大那头去了，走吧。呀，蹦的，知道从哪能进去是吧？进不去了吧？从那进不去了吧？他都知道怎么是回家的路。来吧，过来，豆豆。今天就要把他送回去了。嗯，小豆豆，他的主人，已经可以把他那个接回去了。进来吧。好了。跑外面去，绕了整整一大圈。回来啊。走吧，我领你回家。走，送你回家了。走，他不走，走吧。啊，走吧。送你回家了，小豆豆。啊。好，池子。豆豆。要被送走了，它的主人时间允许了，可以把它接回去，因为它那个家里有个老人老了，然后孩子也小，那个时候就没法照顾豆豆，我就把豆豆接过来了。当初我就承诺他了，我说你要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可以把豆豆给领养回去，现在豆豆领养回去了，我也挺开心的，他能回到他自己原来的主人的身边，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儿吧，给他送回来了啊，行了，没事，挺好了，就出来吧，出来，出来，放放风来，我回家了就不怕了，不怕你们跑了啊，放放风，美丽的风景，伴随着的都是快乐吧。忘却所有的那些哀愁、烦恼。不是最好的时光里面有你们在，而是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是吧？很漂亮，美的不可方物，美的无与伦比，美的能忘却人们的心灵。漂亮吗？真的很漂亮，这个景色是唯美的，对吗？太阳升起来了，美丽的景色都是短暂的，是吗？太阳升起来了，小狗狗们也出来玩耍了，就所有的不开心，所有的不快乐，都是会伴随着太阳的升起而升降而忘却的，对吗？所有的东西都一样，都一样，只要我们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，一颗向阳的心，一颗善良的心，这个世界上终会好的，一定会好的，所有的问题都会好的，我坚信一切都会好。我在哪儿，这些狗就在哪儿，太阳出来了，他们都跟着我，哎呀，躺在椅子上，躺在碧海蓝天之下，也挺好的，挺快乐的，对吧？看看我们这里的风景啊，看看小池子，怎么样？挺好吧？真的挺好的。这个风景你们喜欢吗？不是最好的时光。
绿绿的池塘，蓝蓝的，有的只有唯美。可能我的画面出现了不太美，但是景色。